中央社记者黄旭，新北六日电新北地检署今天晚上表示，前台南县议长吴建宝因恐吓、诈欺罪遭判刑定验，已缉获归案，今天六日入监执行。将先行押进台北监狱台北分监，待春节年假结束后移监宜兰监狱。前台南县议会议长吴建宝因涉入中华职棒迁赌案，新北地检署今晚表示，经台湾高等法院于103年8月13日以恐吓、诈欺等罪和判处有期徒刑5年5个月定验。其中诈欺罪判处3年2个月部分不得一颗罚金，需入监执行。检方说，吴建宝为到案服刑，潜逃出境，经新北地检署于103年10月6日发布通缉在案。今年1月17日，吴建宝在菲律宾遭查获，今天遣返回台湾，先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人员询问后，于今天晚上6时移送新北地检署。新北地检署表示，由检察官人别确认后发监执行。吴建宝将先关押在矫正署台北监狱台北分监台北看守所，等年假后移监宜兰监狱执行。检方自吴建宝遭逮后，就积极关注本案遣返情况，并已依法发监执行，以为司法正义。编辑：李亨山，108万0206。